欢迎董哥哥大哥，一起唱吗？因为这些歌太新了，我都不会唱，你们唱就好了，我只有唱老歌。哦，好的。请问现在有没有卖周杰伦最新的那张专辑？有，那最近卖得很好，我找一下有没有。嗯，好、啊。有，这刚好是最后一张。真的假的？好，我也有。那我要买这张。好。这张多少钱？500。好。来，你好，你500。谢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看你有背吉他、欸，你应该蛮适合参加这个吧？新传杯。新传杯。嗯。好啊，我会去参加了。好，拜拜。拜。